上楼，快上楼！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叫我快上楼是有鬼要复活是不是？不要了，不要！哎呦，就他妈的，干干你老，干干干干！哎哎哎，就他妈的，走错路了，走错路了！啊！听这个声音是往我左手边走过去哦。那我要出去啦。好了吧？嗯？哎，靠北哦，靠北哦，是在哭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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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死啦！啊，要死啦！错赛没路了，错赛了！哎，救我，老太婆，救我，老太婆，关门，关门，关门！啊，关不起来！来啊！哎哎哎，老太婆救我 ！Hello， 哎哎，他为什么不抓我？为什么不抓我？哦，还是要用在这里的，是在这里吗？还真的嘞，这个，这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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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 ，OK 了。谁啊？哎、欸，我后面有脚步声，我后面脚步声，我先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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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，我先躲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关门，安静，不要吵，啊，不管了，我要出去了啦。然后嘞，然后这个死人，这什么？啊？封印之法。魂魄忘你，你会死在这里。等一下，如果想活，只有封印他们。封印他们。刚刚那张纸条应该是教我们怎么封印鬼吧？在哪里啊？这个吗？方可灭之，用主虎白纸制人形，以执念之物引之，法器之名之身正之，乃封印。代化其力气后，再以门客刘先生在前厅。关小，白痴哦、喔！那脚步声你在走来走去在干嘛、啊？那死变态可以赶快滚吗？这什么梳子、欸？哎，柳先生对自己的胡须非常爱惜，随时在梳子整理他的长胡须。到底是我的脚步声，还是外面有人啊？啊，小姐，你可以下。他还会掉下来的，吓到我了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下里面是什么。哦，我们现在赶快记录一下啊！毕竟这款游戏死了就全部重新。我干，我干，我干！快快快快快！趁他杀死我之前记录，可以完美完美完美啊！红糖，红糖对不对？无法使用，那是这个吗？装水，装有水的花瓶哦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放那个花瓶的位置了，但是花瓶在哪里？我忘记了。什么东西？看莫名其妙。哎、欸，啊，我这样不是死定了吗？我这样怎么办啊？我这边没地方可以躲啊！我知道了，移形换位冲过去，准备好了，各位，快滚，快滚！对你没看到我，你没看到我，还是我关灯？哎、欸，他走了、欸，希望他不要在那个转角。偷看我，我一定会扁他。哦，找到找到，我找到了，但是我踩到不知道什么鬼东西，完蛋！放去之后赶快跑。哦，哎、欸，你谁？你谁？不管你，我先捡东西。我把蜡烛拿起来之后，门会关起来，所以代表说我可能要拿着蜡烛出去，但是我身上没有东西可以代替蜡烛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会直接出生在这里啦？哭是不是啊？卡哇伊得死！哎、欸，他身上可以按一耶，无法使用，烧他，给他吃糖，梳子，哈 ？S， 然后嘞 ，A，S，W。驱使我终之事，我只字不
子，与我何干？与我何干？与我何干？这款游戏它没有即时的记录功能，所以搞得整个解谜变得很烦躁，非常烦。因为你有可能捡过的东西，然后因为你死掉一次，就全部重新了，就没了，就没了。明儿这小鬼经常躲在柜子里吓人，丁香总是保护着他，每天都给他糖吃。明儿虽然顽皮，但是经常把传输在的钥匙交给陈妈保管。那这个难不成是要火烧？啊？原来是我想的太……火被浇灭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是要用这本书来挡。来挡水，然后再点火柴。干，可是我火柴没了。火柴又重生了。这一段还蛮有趣的，有一点考验逻辑的感觉，还行。然后里面打开是一个头，还真的嘞。我看一下，这什么？拿这个刺他。还是给他吃糖，给他吃糖，他就给我钥匙。这个钥匙是哪里的钥匙？等一下，腰牌，好 ，OK， very good， 感觉他样子蛮像这个的，没有错。你好啊，妹妹，里面有没有人啊？哈，明儿钟爱之物，那副银铃手镯好像是明儿被捡到府中就携带的贴身之物。这是什么佛珠？念珠。还有一个钥匙，小木盒钥匙哦，小木盒钥匙。那这个是，干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走开哟！哎呦 ，S， 给你，爷爷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去找小木盒钥匙吧？对，没错，小木盒钥匙先去找。但是找之前，我要先存档。小木偶的盒子我记得在这一间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小木偶盒子打开，谢谢。柳先生的日记，一到雨天茶房就开始漏雨，我在展览室都听得见，滴答滴答的，扰人心烦。我一个人时不许任何人进展览室。然后又有一个手镯，干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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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没地方躲，哭啊，哭啊！赶快储存档案喽。OK， 念珠的话应该是要戴在人的身上。那人形的话，我记得，没错，我记得这里有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要给他的吧？啊，没有错啦。从小到大，老爷就跟我的亲儿一般。老爷就跟我的亲儿一般。是你毁了他，毁了他，毁了殷家，毁了殷家。是你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嘿嘿，忍术一行换位之术，轻轻松松啊，各位，轻轻松松啊，有没有看到？是这里对不对？想起来了，这边有个黄色的锁，应该是这个没错啦。开门喽！嗨，哈？干，在耍我是不是？门的后面有柜子挡住了，耍我吗？这里，先把这个拿起来，以防这个白痴进来。OK， 他声音怎么在前面啊？他不会进来吧？把门打开，挡住他，然后躲在这里。关灯，你给我闭嘴哦！不会叫进，拜拜。来，进来啊！不管了，先进行仪式再说啊！赶快进行仪式，杀死他先。
地上姐姐，地上姐姐，走开啦，婊子！耶、yeah ！哇，我一巴掌把他拍飞耶，我直接一巴掌让他灰飞烟灭。哎、欸，啊，这边门怎么又可以开了？他不是被那个红色柜子挡住了吗？还是说我因为剧情解太快了，所以他那个时候才把我挡住啊？神经病是不是啊？柜子打开，都打开。柳先生的日记，过年的时候名额差点把房顶炸飞了，以后不能再让王勇制作炮竹了，下次我要进城买点烟花回来。王勇就是也在追着我们那个吧，但是他为什么要追我啊？欸，是什么坏掉的炮竹？哦，所以我们要去跟那个好的炮竹交换啊。我懂了，除了老爷和夫人，只有殷管家拥有保证室的钥匙串，并且全部离身。殷管家，殷管家又是哪位先生啊？欸，桌上没有东西了，这边应该都没有了吧？应该不会又漏掉什么吧？那我走咯，我走咯，我不回来咯。等一下，我怎么听到另外一种脚步声啊？我怎么听到别的脚步声？干！少女，靠北啊！这样地图上有两张鬼是不是？我刚绕了很久，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这个炮竹它又用在哪里，所以我马上查一下攻略啊，避免我卡到明天，好不好？卡到明天都破不完，好像是要来炸这个墙壁了。我先看一下房间有没有鬼，很好啊，没有啊，好像是要炸这里的。哎、欸，没有错。发出那么大声音，鬼不会过来是不是？然后放上去吗？我怎么死掉了？这样子，然后再烧是不是？神经病啊！为什么？啊，这次会爆，这次会爆，这次会爆！哎呦！然后里面就只有一把钥匙吗？啊，就这样吗？就这样，就为了一把白痴钥匙，害我搞这么复杂。那这把钥匙呢，是开这一道门的。为什么我知道呢？因为我已经懒得解谜了，直接查。好的，嗯，是什么？雷神之锤啊，可以开吗？哎呦，都是血迹啊！怎么都是谁啊？好多的血迹啊！这两日网友一直守在储藏室，这可叫人如何下手？算了，平时那些积蓄也够我再寻一个好去处。好多柜子哦。Hello， 没东西。Hello， 锁的？干，干，他怎么在这里？刚刚有一个柜子是锁的，代表里面可能有人。那里面有人，代表我要打开。那打开就代表我会被吓到，被吓到代表我要关游戏了。展览室的诗文，如果和木牌比对的话，也许能解开木牌之谜。干，他怎么无声无息的突然出现啊？你的晚安是下意识的侧影。我留子夜深，只留。思念梦呓，靠北啊！转角遇到爱啦！谁开门？哦，他来了，他悄悄的来了。Hello， 宝贝 ，I see you tomorrow 啊，拜拜喽。我们再去把这个令牌染上蜡汁。这个令牌有点 N 的倾向啊，要把它沾满一下这个蜡油，很棒很棒。最后一个 ，OK， 门开了，里面有个这什么钥匙，黄铜式的钥匙一。这个钥匙是要开哪里啊？那先存个档再说啊。开门，然后里面是一坨鬼。嗯，这里是干嘛的？好像是兵器的房间哦，我刚才地图上好像看到什么兵器室，对不对？这里面是，哎、欸，你哪位？你哪位？我先点一下这个宝箱，这宝箱应该会有东西啊，不能点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
无法使用，为什么？我还没捡到道具吗？是他在吵是不是？我先把他杀了。滴！我右手边的脚步声啊！不要啊！右手边的够助手哦！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！空气中淡淡淡淡，淡淡负人者不守妇道，可怜我家老爷。我们把那个老头封印之后就可以，什么东西？没事，把那个老头封印之后就可以拿这个钥匙，对不对？没有错啦。好啦，那最后一关的门要被我打开了，感觉快结局啊！终于。快点！结局喽！这什么蜡烛？先把它点上。反正林北火柴多啊。夹岸人家临近，孤村灯火悬心。干！我旁边有声音。快点躲起来！不要！我在看纸条的时候，他不会帮我把游戏世界的时间暂停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在看纸条，鬼会过来啦，吓死人了！昨日口令，人火，这什么字？不管了。今日口令，人龙玄镜，丁香钟爱之物，丁香把我送给他的画像当做宝贝。丁香是不是暗恋我？是不是？这什么东西啊？03下方用横圈标记3，难道是指反序？我靠！这一地是我看过最难解谜了。人的数字是3的话，那龙就是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。龙是23的话，然后再看到这张图的话，三往下数，往兔子那边数的话是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。23是四个点的那个四个点点，第二个是放这一个，这一个应该是放这里的。好像懂了。番薯在这里，番薯，然后池塘。这个解谜太夸张了，这个解谜真的太夸张了。丫鬟的画像，好的，我拿到了，无法使用哦。靠腰是不是？干，死路啊！忍术移形换位。你好啊，妹妹，你在干什么东西啊？应该是用这个封印它吧。再见了，妹妹。S， 水啦。他神功护体啊，有东西在连接着他。先杀了他的连接，对不对？再见了，妹妹，该死死喽。W，S， 他这边都会等我，还不错。他的速度加快了，快点！Nice， 拜拜喽 ！A 加 S， 可以了吧？快！我不能死在这里！注意啦！我终于解完这里了，我的老天，他掉了什么？最后的钥匙吗？我可以出去了，是不是？钥匙串啊，那现在这栋房子应该没有鬼了吧？我可以安心的去下一个地点了吧？赶快打开。OK， 我来了，宝贝，女儿，萌萌，你在哪里啊，萌萌？
梦梦死了。哎、欸，这边我们要封印最后一个鬼魂啊！再见了，管家。啊！白龙，人定已过，午夜将至，快上楼！快上楼！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叫我快上楼是，是有鬼要复活是不是？不要了，不要！哎呦，就他妈的，干干你老，干干干干！哎哎哎！九头妈的！走错路了，走错路了！啊！快上楼！好的，快上楼！我明白嘞！怎么还会有物品在飞来飞去啊？我的天哪！我现在坠落！我操你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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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等一下，不要不要！哎呦，这边吗？这里是哪里？干是死喽！不要！哪里哪里哪里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这里吗？哎呦！好好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就他妈的！哎，快上楼！快点！哎呦，这什么这什么？滚哦，阿嬷，你给我滚开！死阿嬷！往哪里？往哪里？往这里！往……干、走错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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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最后这一段就有恐怖的游戏的感觉了嘛？啊，前面那些解那么多谜在干嘛？如果是喜欢玩解谜游戏的话，我应该会蛮推荐这一款的。但是如果是像我这种比较偏向剧情类，然后喜欢被吓的人，我会觉得这款游戏说实在话的不太喜欢啊，几乎没有什么剧情嘛，也没有什么动画，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吓人的地方，就从头到尾就是有三个鬼然后一直在阻拦你而已。然后你们看到我这个游戏的时长是4小时又40分钟啊，中间是因为有一些开着，然后可能去吃饭之类的，所以才会有这么长的时间，大概录的时间大概1到2个小时啦。然后它的记录功能从头到尾就只有一间房间，等于说你做完任何事之后，你都要回到这间房间来记录，不然如果你中间不小心可能转角遇到爱的话，那重新你就会变得很花你的时间啊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款纸人就玩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频道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